çay içiyorum. Merhaba. Dedim siz oturdunuz. Madem lan ki tügünü ödüleb manga yerine. 我的家是麦凯提县农民花之乡。 在我们这儿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小到十来岁的孩子，都会拿出画笔，画出家乡的改变。当然，我也不例外。这几年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很多。 爸爸和爷爷的画被很多游客带走收藏，所以他们变成了我们这儿的名人。开一家服装店。 一直是妈妈的心愿。哥哥和姐姐在忙，也会关心爸爸妈妈。妈妈开上了自己的服装店，哥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姐姐也当上了老师。想想我们家的现在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